很多浪漫优雅的长裙，超多款式，总有一款是你的菜。细节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。昨天晚上创二第一期开始，虽然到底有多少人看，但是热搜榜被占了确实是事实。不过图帮的不是学员们，而是众位导师。张艺兴、热巴、苏有朋、郭富城真的是上了个遍，直到今天早上。小编还看到了网友们抛出的新图，只是这有点好玩。是的，小编说的就是导师们看表情时的表情图。苏有朋这是以 MMMM 侧脸都看得出来在皱眉啊，这一届的学员是。郭富城的表情也很神秘莫测，是欲言又止，像隔壁家的大叔看到了自家小朋友的不好，但是又顾及到身份，正在考虑要不要说实话的表情。过了会儿稍微好点 HHHH， 其实也能理解他们的表情吧，毕竟在他们那个年代，能让大家认识明星最快的方式就是选秀了。那个时候选秀节目又少，大家就真的要非常非常非常努力，非常非常非常幸运才行，所以在面对小朋友们这样的表现才不满意。不过也不是说现在的小孩子们不好哈，他们也有自己努力的点了，只是现在不论是节目还是明显的时效性都太快了，比起以前练习时间是不太 OK 的，所以呈现出来的也比较不尽如人意吧，以后变好就行了。赶巧这时候的胡彦斌脸色也不好看，仿佛看到了他心中不屑和的疯狂吐槽2333。我们黄立行老师好像在怀疑人生，这个皱眉很有自己的想法了，23333。总之小朋友们加油呀，用你们的能力向导师们证明自己了，毕竟真的在娱乐圈没有让大家第一次就有惊为天人的印象，就是要靠着无限的努力才能有一点点成就的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关之琳这样美得浑然天成的吧。他好像就是吃着晚饭的一样，鲜浓和度，冰肌玉骨，骨肉匀停这几个词用在他身上一点都不夸张，甚至只能说是恰到好处，如果有更好看的词来夸他，他都是 hold 得住的。这个腿长比甚至连漫画都没有几个敢这样画的了，他完全就是人间行走的兵器吧。看到他的颜和身材真的只有惊为天人四个字可以说，这张图看了很多次了，但每次还是会觉得美。天女张学友可是天，在他身边居然有种高攀不上的感觉，甚至有点像土地孩子配角色高富美的感觉，搭配大红裙实用更佳，针头发丝都是。为什么没有手控粉丝来吹吹关之琳啊，他这个手真的非常 OK， 这是人家55岁时候的身材。小编捏起自己的游泳圈哭热。